再拍一个就好了。啊，不要关哇，一机。下子就吃光光了，又增加0.5。嗯，不要关机。拍这个是屁股，撞这个屁股，砰，出车祸了。GoPro 撞屁股。你那个大屁孩，我要换别的，我要超过你。GoPro 撞屁股，现在要换哪一个嘞？我以为我昨天的超级无敌穿衣服哦。我现在要换哪一个？看画这边好了，看画。哦，这个是印度人，哦，不是印度人啊，雪人啊，不是印度人。这还有这个是老鼠，拿铅笔。那你要先画一二三在哪里？在这。一在哪里？一啊，我看看。我看看。嗯，一，再来呢？三，四，四在哪里？哦，五，再来是回去一，这样才不会破一个大洞。耶，成功的。画了一个雪人，那你会不会画雪的形状？雪的形状哈，要这样子，也是这样。你还记得雪花吗？噔噔，六角形，六角形，然后叮叮叮，然后叮。你看，这个是不是雪花？哇！这个就是垃圾，垃圾。为什么叫你画雪花，你画垃圾？你看他有画这个围巾呢，我还帮他素描起来，这样看得比较清楚。嗯。哦，要沿着这个边。出车啦！然后沿着这个边给它画起来，所以很好看。你看，我沿着这个边，我来画它的边边。哦，你看哦，我画它的边边。嗯，圆形的，圆圆的肚子啊，好主啊！这怎么画它的眉毛？他这样看起来有一点点的悲伤，朱丽叶。来帮他画，那是好像怎么变成面包超人？真的很像面包超人。妈妈，GoPro 关机。GoPro 关机，GoPro 开机。GoPro 停止录影。